我是老刘的方式啊，我桂林赶来的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刘的方式啊，桂林赶过来的啊，这边啊，啊，遇到有点包袱呀，给老刘的看一看啊，帮我确认一下，看这个包袱啊。我的公司啊，我这边带的东西，你开车开了多少小时啊？开了多久啊？六个小时啊？是哪里啊？是桂林。桂林的啊。我老家海牙的啊。海牙的在桂林打工，现在在桂林的我安家在桂林啊，我也有个小家啦。啊，就桂林那个地方呢，处理那个东西瓷器啊，还是可以的。桂林原来那个城市啊，最广就是大明朝的时候。明朝的时候还是广东的泉州，是比广州要大，桂林比广州要大，桂林还贵乎。广州啊，那个时候是广州是到明朝晚期，清朝才继续占岛，广州还没桂林那么大呀。桂林还要大，还要大啊！桂林管广西、广东。多大年纪啊？你们多大？跟我应该差不多吧？你们年纪年轻了，有多大了？我就三年。三年我大你一岁，但是我年纪老，那么老啊？啊？我是修了八年了。对，修到八了。修八年了，为什么我知道年纪？退休了，退休你老了。建筑工人、农民工不找你啊？还什么退休工资没有？就买点东西了。买点东西，对，买点东西。就交点眼了，但是我是外行，老刘呢是我的老师，我看了你啊，那个我往这边看了你啊，很有良心，你在外面修啊，修在人家的修低了，他卖的高，你还退人钱给人家，我还这个要退个税啊，这一点我在我拿点奖品，你老刘看一看啊，这些我看。借一借来，这是官窑的。对，官窑的，对。官窑的，正经的官窑的，可惜了，不可惜，什么是继续了？对。不可惜了，我可惜了，我也是人家，我也是看人家是坏的，我到我修的来，好的找不到我修的来。这也无早能的一个清早期的一个农文牌啊，可惜就是这个，可惜就是这里有毛病啊。大清康熙年，这个书法呢是很特别的啊，很特别，六十块啊，哎，对，六十块。这个登西可蒙啊，登西可蒙，这个可惜就是这个吃亏了。那个打蜡了，没打蜡的话就登西就这个是会有价格会有高的啊。我也是六。右里横的一个过桥能的一个碗，这个碗呢也是修于清早期的一个铁砧啊，因为它的款式都是徽说的规整啊，包括它的花梗，但是这个呢要仔细的看一下啊，这个你拿放大镜了，用放大镜看一下啊，你拿放大镜了。
有一个疑问啊，家里有个疑问。你看看这两天，现在老是老哎，我到什么时候？这个老的，这个老的，这个灯管是吧？啊，那个灯，青木、青木什么，这个都是老的。这个轮胎风格啊，轮胎风格的也是一个青，青岛系的一个茶，应该也是抓茶的。这个四系嘛，四系。那这个都是老的，对对对。啊，老的换这个啊。这个是这个啊，这个呢有点疑问啊，这个呢不是，看起来是有使用痕迹啊，可能它哎，这个没点疑问啊，这个有点疑问，这个有点疑问啊，这个有点疑问，我知道。啊，这个是一个青花神木的一个重合挂啊，有灯挂、西挂，都可以。灯西是可能品相风水华灯啊，灯西也是老的，所以呢是因为是原位叠纸啊，这个他是去供奉他，哎，去送他的贺喜嘛，他是哎给他挑了一大那个灯西，大礼物啊，灯啊或者什么的啊，那灯西是可以啊，是老的。我们都可以接受啊，都可以给大家消消这个啊。